The chair, well, for some reason, I've been looking at the very chair. Frankie。怎么会没有人？哦，我要看顾着这 camera， 看 CCTV。垃圾桶。厨房啊。厨房或者厕所。厨房或厕所。嗯，桌子搬过来，嗯，可以呀、啊，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。上面讲，他们弄完了过后呢，都是拿回去就可以了。嗯。可以拆，可以拆下来的吗？可以的哦。我不清楚。本来我讲未过，未过六点一，未过。下低嗰度可以立嘅咯。So temporary we can take it down。你回去啊。哇，这个怎样？其实，放上去放着不好看啦。系咯，好难睇。好难睇哦！如果你 wedding 嘅时候有呢个奇缘目标嘅话，暂时拿下啊。嗯，暂时拿下。拿纸浆这些抄出来，等下我再写回上去了哦。这个。OK。But we need to rewrite the prayers later, right? Oh, already passed. Oh, OK, that's fine. 啊，搞定了。他的岳母。呀，昨晚这成绩出来，这位夫人不去世了。哦，他的 funeral 在以后。哦，所以是 Adam。当搬到我他妈的男子部了。男子部长。应该还。他是什么事情啊？听说是 accident 啊，那一个早上苏卡蒂玩过后，他出去的时候做 accident。哦，开会过后啊。车撞了。我听的时候不够 detail 啦，因为他们只讲说只是几句给他，他们没有 detail 的说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怎样发生。放在哪边也可以。看标志，是哪边去？是这样的。你看刚才我们也是有拍吗？刚才我们来这里搬椅子都有拍。
他还要拍我们上帝的样子。没有了，这是 preparation， 我们怎样来这里 prepare？ 啊，你看这边讲。做 MC 用那个 MC 是哪？拿这里 MC 拿这里，然后这个是给念念那个歌词那些啊。有啊，懂啊。他应该懂啊，刚才没有。他们走了。没有，那个我们去那个。那我要来吗？我不来了。OK。就你这边四点半开始，就是？啊。可以搞定了，你们的八呢？啊？你们的八也搞定了？搞定啊。
让海绵盖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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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海外自拍，给阿顺，给阿顺拍过去。OK， 70% ready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你要带的？现在带。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文一的。OK， 这样啊，你先拿给他，他在哪里？文一。OK， 来，我跟你出去，我们出去。Okay.但係佢要都係叫人哋做，叫你做啊！一陣間我哋食窿，佢就等住，唔得，係容易，係啊，係咯，你哋唔識啦，呢個機都好麻煩。好，就在這邊坐下來啦。OK， 然後 MC 就會講朋友，你先講下。他們一進來坐下來。沒事，好，快點。然后就请大家就座，男女主家、双方家长、亲戚朋友们、创教学会会员、会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然后哥就到水一家，然后就到我，同一个温馨甜蜜的时刻，热烈欢迎大家出席今日庆祝同埋温馨的婚礼。都挂咗水一家，二奶啦，同意，啊对，然后哥哥就讲到 Frankie 和会员的朋友。OK， OK。Yeah, Mr. Frankie, okay, 这样子，当当当，完了过后啊，Uncle Frankie 完了过后，然后 Uncle Frankie 就会把这个椅子搬去那边，他去那边坐。Okay. 然后你们记得把那个椅子转过来。这两个椅子，搬过去。转过来，你们要站起来哦，转过来了，然后就是交换戒指。然后去复印大家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就是交换戒指。所以你们会站就讲我们转过来，我们坐着，然后你们会 announce， then 我们才走过去了，是这样。交换戒指啊，这样。交换戒指在这边。这边。然后哎，你有听听一下他的 Q， 你讲到什么，他要 ready 了，这样拿戒指给他们。哦。啊，讲一下。所以我们所以就唱两首歌先，然后过后再就会介绍你去了。你吹几首歌？两首。哦，要讲名字吗？要讲名字，你的歌，你需要我们讲名字吗？你们需要介绍他吗？我要介绍他。你要讲介绍他，只是介绍我出来就可以了哦。然后歌曲我自己讲。OK， 没问题。OK。你要我这样介绍吗？我有。罩住他后面那句话，罩着他就可以了。OK。我帮你promo一下，打一下广告。当然。OK 咯，所以那边搞定了，前面那边呢，入场那边他们进来这边。其实我们是这样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几时应该进来，因为你在吹的时候，你是应该是先吹，然后就我们才进来。嗯，问题是我们在几时才进来？你们其实 ready 了就可以进啊，因为我这个歌它前面过门不是很长啊，所以就是一 play 了一下子我就开始吹了啊，然后吹了一下子你们就可以进来了。或者你们要看哪一个是rehearse一下嘛？啊，你可以 try 一下，你们有用麦吗？是有用麦，有啊，一人一个麦。需要一人一个麦，需要麦吗？你需要麦哦，因为等下麦 stand 会你要站住的。我不用 stand， 拿着就可以了。拿着，就你拿 MC 的麦。如果是 stand， OK 吗？也是可以啊，比较好。因为我们是 stand， 然后我们就move away， 然后你就可以。试一下哦，就是你们两个会站在这边，拿在用 stand 讲话啦。啊，对。哦。然后你就哎，拆一个麦。这样我就给你们。是两个还是一个？两个。哦，两个。到了麦跟你的性格，我在唱的几个走偏的，我点那个东西，那个刚刚麦走那条麦，我正好是跟你们讲，我讲，接听见 ，OK， 我相信可以跟你讲的。如果听你这个，真的，给你。